在座的少年，还是我爱的少年啊，就是啊，让他们啊过这个甜甜蜜蜜的这个生活啊，所以这个糖啊，就是有它的意义在。好，我们再次的欢迎我们新人，看得到啊，所以啊，能够取得这个美娇娘啊，真的是我们啊这个部落里面的一大喜事啊。我们的这个台南的这个亲家也把你的最爱的女儿许配给我们的这个华岛啊，这个我们部落的这个乡亲啊，真的是感谢你们，非常谢谢你们。好，我们用啊这个啊最轻声的、最嘹亮的歌声，有没有？有没有？还没有？什么歌？来来，我们的雅文，什么歌？有没有？你最珍贵。来，还没准备好啊，马上好啊，准备好了啊，这个随时上场哈啊，这个随时啊，这个啊这个啊，把你的这个歌声好呈现给我们大家，没关系，等一下马上等哈。好，那我们。Thank you.